大家早安，我现在已经化好妆，噔噔，然后把头发大概梳直。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出门去拍摄了，然后你看，天都还没亮呢。我等这一切结束，我要睡18个小时，真的好累哦。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楼下吃早餐，然后去听。摄影团队他们的 briefing， 也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说今天要做什么啊，然后要拍什么场景啊等等的。我现在还没开嗓。然后我的衣服如果你看得到的话都全身是 Uniqlo， 不用问，因为那时候他说要准备一套什么运动服的时候，然后想说就是解开一下运动的人嘛，所以就是全身都在 Uniqlo 全部一次买齐。这个呢就是个 YouTuber 的日常， OK， 就是到处都会有相机。这是香港的 Melissa， 在这边这个美女。然后呢，还有小 B 在那远处，快过来。我来介绍新加坡残废的，这是 Emily， 嗨，超正 ，no， 超。矫正，没有你比较少，你比较少，因为他中文其实很好的，他在那害羞。No， 然后 want you to meet Nadia from Malaysia， this is Nadia， she's amazing， one of my faves， so cute。我们现在全体都到齐了，然后也有机会跟就是大家拉塞聊天这样子，然后大家人都超级好。超级超级好的，我等一下再有机会我再多介绍，就是几位给你认识。我要介绍日本的参赛者 ，Want you to meet Ruka？ Ruka， she represents Japan. We're in Japan. And this is Mega from Indonesia. 印尼，她超小，她才19岁而已。She's like a baby. She's so young and little.Look at you guys. And then from Hangul, Korea, we have Yurin with her amazing hair. And then like vlogging inception going on here. Just hey, nice to meet so you. So pretty. Thank you. I like your hair. Thank you.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my subscribers in like Korean because maybe some of them understand. 안녕. 안녕. 안녕하세요. Hi.那都收到了一个像这样子的背包，一个像 survival kit 里面的东西。然后呢，里面有什么？那个他们最新推出的那个超轻感的防护乳，就是可以防红外线的那一个。哦，一大罐的青春露 ，USB 的那个叫什么啊？插那种充电的插座。然后又一个这个，我帮你们知道，这是那个环状灯，然后你可以把它夹在你的手机啊，或者是像我夹起来像这样子。就会变亮，雨衣还有毛巾，喷雾看起来像可以 K 死人的行动电源，要即将出去取景，穿越雨林，长这样子的雨林，然后我会有几个 challenge 要完成，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就是在网络上都有跟我互动，然后都有帮我按赞，然后帮我分享，然后都有帮我 hashtag，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赢了一台 GoPro， 所以我真的是除了感谢再感谢，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好了好了好，我们准备要出发了，然后我们到时候雨林见。即将出发去雨林，在这个下雨天，因为我人生就是充满悲剧。Oh my god! Just be careful. It's slippery. It's wet. So I want everybody to help each other out.我们终于进入传说中的雨林了，是认真的哎，就是雨林，好害怕哦。我们呢，现在被带到一个不明的地方，看一看。这就是个荒郊哎，
我认真觉得说啊，我们被带去卖了都不知道。然后雨好大，然后这整个地都湿的。当初说要来冲绳的时候，想说哇，会是什么海岛风情啊？然后他们一定要逼我们穿比基尼。继续拍哦，不然你不要撑伞，好有点麻烦。你的意思？好的。你小心。可是好像不用撑。对，我觉得戴帽子吧。好消息，我们终于要回饭店了。我现在真的超累，然后我全身湿透了，然后我头发就超脏。今天晚上呢，会有一个有点像是首映会，首席评审 Kiara 她跟 SK2 有合作一系列的广告，所以今天呢会是个首映会，所以我现在很想要回家洗澡、换衣服、重化妆，因为真的超级超级狼狈的。What do you think of today? I am absolutely like beaten and exhausted. I don't know. I still have energy in me, but maybe once I get there, I'll be like passed dead. Out. Exactly. I want like, a hot shower. That's what I want. I want a hot shower. I want to do my makeup all over again. Yeah. And I want to like, you know, get out of whatever this is. We're like covered in mud. Insane. Yeah, but we're heading back to the hotel. Hi! There you go, met Melissa before. Melissa from Hong Kong. And then Emily from Singapore. What's up, everybody? Is this Taiwan? Yes. Everybody from Taiwan, put your hands up in here. Party. 这一次回到饭店多了这个 SK2 的面膜，然后还有他的浴衣。我想他是希望我们就是经过今天可以好好的补偿我们。好，换好衣服了。然后刚刚在那个 Instagram 上跟你们直播我的妆，然后我刚刚头发整个彻底放弃，我已经放弃它了。让我们表姐，嗨，我们刚刚超累的，而且她大概只花20分钟就化完妆吧，神快速。没有，是你这边开直播好不好？哎，你又知道了，怎么都知道？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呢，就是要去看我们的主席评审 Kiara 跟。SK2 他们合作新的广告形象片的首映会，所以我们全部人都就是穿的稍微比较正式一点。
现在终于把我的位置整理干净了。虽然呢，我现在应该是要积极在剪片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脑子里就是有点在逃避这件事情。我刚刚给你们看我准备了什么东西要送给其他国家参赛者，我准备了一些很台湾味的东西，然后想说就是包成一包一包给他们，像这种小包装在文具店找到的，我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先买了一些。然后呢，每个人的卡片是长这样子，然后超可爱的，它是那个珍珠奶茶台湾，对，所以我还有就是八张卡片要写。好，然后呢，我准备了小儿七七乳加巧克力，然后我因为前一阵子我真的很爱手弄他们家的眼影，所以我就买了一样的颜色，这个是几号忘记了，四号的样子，好像是我很喜欢那个颜色，是的金色那个香槟金四号的样子。袋子里面还会各装一颗嘉德凤梨酥，还有一片 TT 的极润肌清丝面膜，就我觉得非常好用的面膜，就是各抓一样东西，然后装成就是一包一包像这样，我觉得很可爱，这样一包一包的送给其他的参赛者们，然后给他们一个台湾的味道。你们知道，在我身边一直都有一个小天使陪伴着我，就是 Nancy。Nancy 是我们的是不是公关？他其实是公关，但是呢，他来到这个地方就变成我们的保姆，所以他就专门负责照顾我跟表姐，就是专属保姆。然后呢 ，Nancy 还有一个论点，不是论点，是真的，是事实。我没有办法证实，你也没办法证，我还没办法证实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来证实你的这个论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的可乐特别好喝，它的气泡非常绵密，气超足。比一般喝过从来没喝过的感觉，可乐不就是可乐吗？你喝，所以呢，他坚持要我喝喝看，就是日本的可乐。对，我帮你拿着，你要喝。你要入镜吗？来，我要你就是你的表情。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在楼下空碧妮买的可乐。哦，你看，听这个气。好啊，喝，耶、yeah.。你们很冲，我说差不多哎。你喝那个气，你喝好喝。我觉得气感觉是比较多，我觉得可能是铁罐关系啊。你喝，你喝，有吗？有啊，就是那个气，气很密，然后很冲。明天换买宝特瓶好了，可能是铁铝罐关系。我真的要买一罐回去，然后可以再找理由先喝台湾的，然后我觉得要真的要比较。那时候我真的是买了两罐，我朋友真的就是疯了，觉得好喝。你们有谁可以证实这一点吗？你们一定要有人帮我说话，这是真的，这是事实，大家赶快告诉他。好了，你们如果可以证实的话，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OK， 好了，我们要回去，我要回去剪片，然后 Nancy 在这边陪我，因为他是小天使。他太伟大了。